曾宝仪与谢娜是相交多年的闺蜜好友，谢娜结婚的时候曾宝仪还当了伴娘，每当曾宝仪到北京工作，只要谢娜有时间，两人都会碰面，而曾宝仪到谢娜家中做客也是家常便饭。近日曾宝仪自曝在谢娜家中留宿，热情的招待让曾宝仪直呼她太贤惠了。谢娜到底做了什么让曾宝仪惊叹呢？原来为让曾宝仪有回家的感觉，谢娜在睡房里喷了快半瓶名牌香水。不仅如此，谢娜还为曾宝仪刷了一遍客房的马桶，真是非常细致的招待。在谢娜刷马桶的过程中，曾宝仪悄悄在她身后拍了几张照片，并把照片上传到微博，并艾特张杰：多么会持家的人妻，你知道你老婆这么贤惠吗？看来曾宝仪留宿当晚张杰并不在家，粉丝也为谢娜点赞，为张杰开心，娶到这样的老婆此生足矣，又会赚钱又会持家。夜思旅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故意借肤浅的快乐，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。